是惠美，因为我的老公和我的家乡都在吉隆坡，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已经快要两年没有回家了。所以当新龙 VTL 一宣布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买了机票准备回家。然后这次是接受了巴士界新闻网的采访，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回家的一些过程和心情。我们刚刚收到了电邮，然后我们的昨天做的 PCR 都是 negative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做 web check-in 的东西。没关系啊。嗯。拜拜。我们是坐飞机还是坐巴士？现在心情是有点紧张，然后有点期待。就会很紧张说诶会不会漏了什么东西啊，然后会不会等下那个去到那边，然后我们的 test positive 啊怎么办，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啦，所以希望等下一切顺利。我们到了机场，然后就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个表格，然后我们要填的才去排队这样。刚刚我们完成了登机手续，所以我们进到机场之后呢，就会有工作人员问我们是要飞去哪里的，他会给我们一些表格填，填了之后我们就排队，排队的时候就准备好护照 vaccination 的 cert， 然后 PCR 的 test result， 还有给他检查我们有没有 MySajadera app。整体来说这个过程还是蛮顺利的，就一定要记得要把那些文件都打印出来，会比较方便那些工作人员去核对。我们现在在登机室里面，其实刚才的安检跟平时搭飞机的时候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蛮例行的检查，跟以前没有太大差别。就是飞机，而且在这个候机室其实人蛮多的，然后只是差别可能是大家都有戴口罩这样。Residents of Malaysia, a very warm welcome home. We'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e late arrival of the aircraft. The local time is 6:35 on the Monday evening, the 29th of November, with a ground temperature of 22. 现在有一点激动，也有点感动，然后也很紧张，因为等下要 PCR test， 你心情如何？就在这里等。刚才的 PCR test 是蛮顺的，也整个过程很快，然后那些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是很亲切，蛮好的。我们刚刚 test result 出来之后，然后用 MySajadera check in， 现在是要去关卡。去了关卡之后再拿行李再出去。这里是 Grab 的地方，很简单哦，好像什么都没有这样子。是不是？讲起来是不是以前也帮你的？
很有力哈，你挤压的啦，好，你抓起来，很有力哈，要吃吗？还是一样重啊，在哪瀑布啦？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，我们刚刚跟家人吃完宵夜，今天是过得很漫长。你觉得这次回家跟以前回家比起来有什么差别？虽然是讲机票比较贵，然后手续上会比较复杂一点点，整体时间也会比较长，所以可能会感觉到比较累一些，但是整体上还是蛮值得的，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就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再一次回家了，然后真的很感恩可以搭上这个 VTL 开放的第一天。